15岁的小米是一家小旅馆的打工妹，本应该像同龄人一样在学校上课的她，却干着一个月只有600元收入的脏活累活。一天晚上，小米代替同事在旅馆前台加班。当晚，有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小女孩小文和小星来旅馆开房。虽然开了两个房间，但是小米还是在监控里看到该男子在半推半就之下进了两个小女孩的房间。心感不安的小米用手机把这一幕录了下来。第二天早上，两个女孩因为上学迟到被老师罚站，因为一名男同学将两人罚站的照片上传到了同学群里，致使小文对这名男同学大打出手。结果在拉扯的过程中，老师发现小文的大腿上有明显的伤痕，于是打电话通知给家长。小文的妈妈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被告知小文遭到了性侵。小文的妈妈非但没有安慰小文，还当场给了他一巴掌。过后，小新向小文坦白真相，原来当晚那名中年男子姓刘，是本市商会的会长，也是小新他父亲的上司。他父亲为了和刘会长套近乎，就让小新认刘会长为干爹。刘会长用花言巧语哄骗了两个小女孩，所以发生了这一切。小文回家后，他的妈妈更是变本加厉，把小文花里胡哨的衣服扔了一地，并强行将小文拖进洗手间剪掉了他的长发。过后，小文的妈妈打电话报了警，并请来了一个女律师，希望法律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很快，以警探王队长为首的警察们搜查了旅馆，却发现当晚的监控录像早已被删。面对王队长的询问，小米的回答闪烁其词，并对手中所掌握的视频证据只字不提。案件调查进入了僵局，王队长临走时顺便收点小礼物回去。然而，小新的父母却想私了。他们找到小文的父母，并送上一部苹果6手机，还说如果不起诉，刘会长会把两个孩子送到本市最好的私立学校读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希望小文的家长也同意。但小文的父母还是当场拒绝了。为了能找到证据，女律师隔三差五地来找小米谈话。一开始，小米拒不承认，但在女律师小心翼翼的攻坚下，女律师还是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小米的出身其实是个没有身份证的黑户，旅馆经理要求月底要交出身份证，交不出来就得走人。小米只好向社会上的一个小混混黄毛买身份证，黄毛开口就要价10000块。为了尽快筹到钱，小米铤而走险，他用一张不记名的手机卡给刘会长发了勒索短信，以手里掌握的视频证据来换取10000块现金。拿到钱后的小米就跑去找黄毛想办个身份证，但这个黄毛却改口要价16000，钱不够，小米只好离开。可就在回去的路上，他不幸遭到几个流氓抢劫。第二天，他出现在了医院，浑身被打得伤痕累累，无人救助的他只能给女律师打电话求助。在女律师的好心照料下，小米最终知恩图报，把视频证据交给了律师。本以为可以将刘会长绳之以法，没想到警探王队长早已被刘会长收买，对办案的女律师百般刁难。刘会长还让王队长带领两个女孩到医院再次检查。在三名医生给两个女孩做完处女膜修复手术后，于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鉴定结果，女孩下体无伤，无性行为痕迹，特此通告。得知结果的小文不禁泪流满面。过了一段时间，小米恢复了健康，她换上了一身靓装。正当她决定出卖自己的初夜来换取办身份证的钱的时候，房间内的收音机突然响起，通报了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刘会长和王队长通通落马，三名不良医生也被抓了起来，女律师功不可没。听到消息的小米也幡然醒悟，她驾驶一辆电动车离开，迎风驰骋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尽管两个女孩沉冤得雪，但伴随他们一生的恐怕是再也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小米离开了这里，但她如果不洗心革面，去哪里不都是一样吗？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拜拜。